你知道吗？还没啊，没有穿好啊。好的。没有啊。快点。你又流鼻涕了，是不是？用手手，用手手，这样才会坏掉哦。用手手拉一下。好，小敏早安。耶。君君吃早餐。今天吃地瓜贝果，还有蒸蛋白，跟一杯摩奶奶，应该说半杯。半。对，半杯。我不要吃。那个是什么？也可以吃啊，那个很好吃，那是紫玉的皮耶，那是bagel的皮耶，那可以吃啊。怎么这个紫玉？紫色的芋头。群群，那些都可以吃，那是 bagel 的皮。我吃这个。整个一起吃。我烫烫。烫烫，对啊，里面烫烫啊。嗯，对对。小佑君吃晚餐，嗯。晚餐啊，来，妈咪喂你那一口，你可以把翻翻菜菜吃掉吗？好，来，今天爸比有弄那个哦，洋葱炒蛋，然后君君有洋葱，很多的洋葱跟青江菜，等一下还有肉肉好吗？肉肉还在烤，那、啊、你下面的饭饭也要吃哦。小佑君的晚餐。君君用汤匙，你可以好好的用汤匙吃饭呢、啊。用，一碗大，但我很重要，请帮我拿一个小桌，一碗哦。好。嗯。我一个知道的。做雪人。嗯。妹妹，妈咪，让我把我
跟我爸妈一样放在柜下面。你看有哪些是蚂蚁的嘴？这个是蚂蚁的吗？这样子，这个呢？都没有蚂蚁了，那我们来看乌鸦了。妈咪想看乌鸦。我也想乌鸦。好啊。你看哦，乌鸦飞过一场雪，那我们这都是下雪了。飞。你看它的脚印。那你看它的脚印吗？哦，有。有吗？找到一些雪人了。我在找到一些雪人。然后他又去拿了一些树枝，一些果实。你看他把这个雪人弄成一只鸟啊，用雪人做了一只鸟。然后还有看看看，哦，又有这些脚印，他就跟着这些脚印走。走到哪里？对啊，他走到哪里？你看，原来是这些小老鼠。小老鼠他们在冰下面溜冰。要什么冰啊？突然掉下去了，冰裂掉了，冰裂掉了。对，这怎么会裂掉？对呀，那个人他说：“啊，救命救命！”然后你看乌鸦飞过来了，哦，我马上就到，我要来救命了。他拿了雪人的围巾，你看，他把雪人的围巾给他们。然后让他把它拉起来，咻！哇，就出来喽！他要飞，他这样了，你救命好救！看，小熊睡觉了。我要看看这怎么组装。那窗帘是两片啊，分开的。这是谁把它分开的？这是原本就分开的，原本自己建造嘛。对呀、啊。好了，躺好睡觉了，晴雪。明天芭比啊，不对，是妈咪，妈咪送你去学校。为什么这个是妈咪？因为芭比要上班啊，那妈咪早一点送你去学校，所以今天早一点睡。为什么会等好久？然后明天爷爷去接你好吗？你配合躺好，群群，睡觉了。我开这个，这都是你的鼻涕啦。我开了。好了，good night。群群晚安。皮卡丘。我要是还会再煮一煮这个煮鸡，煮起，我要是还会再煮。你拆完要把它组装回去，对。豆子的话就不能煮了。要组装好才能走。罗灯太快了。你现在会拆也会锁起来了，这么厉害。不起扣了，回扣了，不起扣了。